汪自娇被爆出性骚扰，对此他19日直播承认此事，更在直播中爆出多位大咖艺人的丑闻，另外界都相当震惊，还因此让吴宗宪愤怒提高，并被不少人指责表示自己做错事情，还要拖其他人下水。引人注意的是，黄子佼多年来的徒弟露露20日在社群发文逆风相挺黄子佼，并写下过去的佼哥我不认识，我没资格说半句话，但从我进圈子之后所认识的佼哥就是一个努力生活且无私提携后辈的人，没错，本来功过就不能相抵，虽然曾经的错误无法弥补，但我们很多后辈对他的感谢是没有因此而减少。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有很多灵魂都受伤了，那些愿意说出来的、愿意道歉的，你们真的很勇敢，也辛苦了，希望你们都能在这之中找回力量，并且回归平静。谢谢小燕姐心疼耿如，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照顾好。